我们呢，把这个楞严经的背景啊，就是先了解一下。在西元502年，达摩祖师达到帕达摩国。那在我们还没有的发达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天台宗啊。力大，又不但呢度一切的众生，而度十方一切众生，四大所有宏图五蕴，色受想行识啊，众缘和合而现象，众生，名叫众生。那么现象呢，是众缘际会啊而生，那佛性啊本不生。不生呢就不灭，那么凡尘呢，只要落入现象啊，就一定会变化消灭所以啊，称为妄，妄就是不真。我们在生活中时常听到呢鼓励的话要认真点醒我们呢，不要认假要认真。而凡尘四相呢，哪一样呢是真全部呢都是假。那么吃烦恼坑啊也拔能够呢吃烦恼坑拔，然后忌度生死海也忌拔忌，拔忌众生呢业之尘类凡尘啊劳劳碌碌啊叫尘类不管什么身份地位啊都要接受天地的煎熬，被凡尘啊所累要超越尘劣需要修道成道从明理啊入手非困难之事不是困难，绝对呢可以达到。那么其都是行善，那教导人民行善的时候啊，那个国王比如说要建设需要金钱那个整个水中啊都浮现浮现了七宝，你要用多少就捞多少了你不用了你再换就是他的心中啊十方如来都看清了。
幻哦所现物，都那么五次呢哦安隐为，那么右三摩中呢哦诸善男子坚尼正心摩不得变，穷生累本观彼幽清哦常老动员疑惑惑无生嫉妒者，世人坠入了七断灭论，或即生灭哦，或欲啊即灭，或苦即灭，或极乐灭，或极舍灭，如是循环，穷尽啊哦七际，现前消灭啊灭于无故，由此嫉妒啊死后断灭。很荣幸啊好、哦、能够呢在这么啊庄公的这个佛堂呢啊为大家呢来讲解啊啊这个心理心法，因为我们呢这个